打扮轻松，站在小巨蛋舞台上，要为明天登场的 HIDO 流行音乐奖颁奖典礼做彩排准备。而他们在颁奖典礼上被票选最受欢迎组合奖。除了这以外，还带一点紧张。对，因为我们明天的表演，除了刚刚彩排内容以外，还有一些小小还没有透露给大家的东西，就是特别的惊喜。然后那也是我们第一次尝试，然后第一次在这个地方演出。所以其实蛮紧张的。目前五位团员都有各自要忙碌的事情，不过压力最大的恐怕是黄伟晋，因为七月一号的金曲奖，黄伟晋担任红毯主持人，在为这个红毯的主持做准备了。对，因为前几天才录完这个入围的节目，所以这已经做了一大部功课，但是还有非常非常多海量的功课要做，所以目前都在这件事情专注在这件事情上。其实吴建琴从去年开始展开巡演，他们透露下半年会推出音乐作品之外，最近也在录制综艺节目，积极回归音乐圈，要带给粉丝全新的作品。